陈先生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奥运是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的奥运机，从徒步那边过来的图王，那个离型的圆模去到这里上奥运机，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嗯，现在是正在生产，这是生产的原端吗？ 奥运机的最前端就是这里。好，然后从过到这里，就开始每一道颜色，有的图案颜色比较多，可能就需要多的颜色。这个图案的话，不需要到那么多的颜色，只需要到两种颜色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黑色。啊，这黑色油墨。这是我们刚进车间时候看到的奥运板。 这那个滚轮是吧？对，这是我们刚进车间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凹凹印滚。啊。这个又转到这儿来。对，全部这样流水中间过来，然后这边上粉色。红色哈，过一道红色，红色过完了之后又跑到这边，对，转到这儿。这边过去过，这边就白色。过白色。 大家等于说在图案后面需要再一根白色啊，这边还是白色，因为它这个图案对白色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说它这边又上三根白色啊。 奥运机人员的检查的，可以初步进行一下初步的检查。啊，看一下图案有没有走板或者说跑色这些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以进行及时的调整。嗯。然后到这边就已经印刷的成品已经出来了，整品出来了。到这边收膜是吗？对，这边。 收膜，等于说印刷的整个过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印刷的，整个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奥运方式。